80斤榨菜和400个鸡蛋，看看奶奶样哪个先买完哈？耶，奶奶，你恁个早都来了呀？我想买米哈。10斤糙米是吧？好的，马上哈。10斤。称一斤寒菜哈，耶，榨菜生意来了。这个是新鲜的，没有腌榨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腌榨了的，新鲜的都有虫味，腌榨了过后就没有虫味了。那里刚好10块钱，你称点原味的榨菜哈。谢谢哈。谢谢你的照顾耶，慢走哈师傅。二。好，30。不说，你说清楚都得行。一共116，奶奶。来，这个腌制了的和没有腌制的价钱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告一下嘛，那个没有腌制的它有芥末味，7.8块。来，你看，好吃，下回又再来哈。我们煎好多鸡蛋呢？煎20个呀？20个是吧？5块钱的那个榨菜哈，还煎30个蛋呐？给你妹妹买呀？哦，好。来30个，好，慢走。咦，哇，它好凶哦！奶奶，你的龙虾跑到我那儿来耍来了耶！好，谢谢江师傅照顾。24斤嘛，给你算，24.8。姐姐留个电话哇，晚点给你送过来。哪种好吃行吗？你都尝一尝看。2斤吗？3斤嘛。3斤啊。买5斤糙米哈。看看，22.9块，8块找的。买1斤糙米去搞会儿嘛。你拿来熬粥也很好吃，它保留了米的完整营养。好，来来来，1斤寒菜呀，10块。再称榨菜，5斤。哎，妹妹，称2斤来嘛。称2斤芥末味的榨菜是吧？好，奶奶那里有2斤寒菜，再称点糙米是不是？光煮可能还是不好吃。10.06块，2斤20，23。蛋吗？那里好多个，我没数哎。10、18、50个是吧？哈。哦，好。哎，慢走哈，哎，一会儿慢走。腌制了的，它发酵了的，那个就没有发酵。吃得到好多都买好多，因为这个它不能放长时间。要得，一样称1斤。称点儿告哈儿味道，那个炒回锅肉，哦，煮寒菜汤也好吃。涪陵榨菜，手工榨菜，全部都是手工榨菜。你要尝啊？那种10块钱的。娘娘也爱上了我们那个榨菜味道。你今天再买哈子水果嘛？我买的那个苹果，汤水。谢谢你们的喜欢。好，谢谢好不嘞？不谢。我买点嘛。好，娘娘6块钱。再装点旺财，吃不完一定要放冰箱哦，不寒不淡。买好多耶，一斤哦，12.6块，来，芥末味的又来一盆。哎呀，还是有芥末味的榨菜受欢迎一些耶。你，哇，叔叔，谢谢你。本来说鸡蛋和榨菜哪个先卖完，结果耶，米还先卖完，米第一名，鸡蛋第二名，榨菜看来是第三名了。盆盆里面套上很多很多个袋子，那个还是网友教我的，那个方法好好用哦。嗯，好，收到了，谢谢你们的喜欢。还剩1斤寒菜呀？哦，好，娘娘我给你称旺点哈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小朋友，你又来了呀？今儿穿的奥特曼衣服哟。差不多了哈。刚好10块钱，我手好准了。我再给你装点旺财。没有海椒的来一斤是吧？好的。好的，好，慢走哈。好，帮我拿袋子。要得，今天是非常满的一个小超人。哎，10.04块，就收你10块钱。这个就是腌制了半年时间，这个是新鲜的。我们是一个星期来一次，星期六和星期天回来。看吧，热寒菜。有3种口味儿，那是酱香味儿，那是芥末味儿，那个是原味儿。补充的来点哈。嗯。5.4块，就算5块钱。好，好，这个是。
没有芥末味的榨菜卖完。来哟，涪陵榨菜哟，10块钱一斤，6.2块，6块钱收你6块钱。来，好，慢走。这个菜筋，这是全部是手工做出来的。好了，买了6.6块。亮亮，给你算5块钱，你那个也来5块的哈。涪陵的榨菜叶，我不要。喜欢我们的涪陵榨菜是不？你尝一尝，我们那个榨菜还不一样，是手工的。这个3块钱，做一行就爱一行，一直坚持做下去。你要帮了我的忙，你又去帮哪个的忙？买苹果那个婆婆的忙是不是？善玉婆婆的忙是不是？你好乖哟，顶呱呱顶呱呱！榨菜送一包给善玉婆婆，送一包给那个卖米线面的婆婆，哈。你给了没得？给了哈。顶呱呱。10块2角，赶紧把宝贝开来，打开啊！好，放心了，可以走了哈，喊婆婆。慢慢走，这叔叔称3斤，就收你30哈。乖乖，你也喜欢吃那个麻辣榨菜，我给你装点儿。我是麻辣大王。你是麻辣大王，那我给你多装点儿。不给钱，不给钱，给钱我就不给你了哈。你帮我的忙，就算是工资。来买麻辣榨菜、涪陵榨菜、新鲜榨菜，尝了买，尝了买。麻辣味的全部卖空，好，5.4块，收你5块钱。这个原味的再来点啦，好的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原味的拿回家自己拌一点点香油进去，很好吃。6块，跟叔叔说慢走。哎，婆婆要不要买榨菜？要大声点噻，我给你称旺点，亮亮最后一单。哦，今天我买的产品卖得好快的哟，就是小朋友给我付的能量，是不是？几斤？1斤，1斤2两。2两。哎，对对，终于卖完了，是吧？不管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，都要到开心时刻。出去。100、200，今天总共一下卖了有1700多件。现在才9点钟，也确实是下了一个早班。收摊儿，收摊儿。哎，好，你们快速的卖，姐姐快速的卖。哎，哎。哎呦，亮亮啊，我背到涪陵去卖的，这会儿5:45，开始一天美好的生活哈。那个是本地勺，本地勺，吃起来粉面粉面的，甜度不是很高，这里裂口的还甜点儿。好，师傅慢走，勤劳的燕儿有米吃，今儿继续卖红勺，还有嫩南瓜。来，师傅。这个小点的，对，蒸汽超市。雪马师傅，我给口袋给你。雪马来的，像那种裂了一点点口口的还甜一些。够了哈，24斤。好，慢走。彩虹是好吃的，喂南瓜，南瓜喂南瓜。哦，南瓜呀，2块。大的1.5块，好，3斤。3斤10.5块，来，大的5块。师傅慢着哈。那两个都在过去。好，好的。南瓜呀，2块，那种大的1.5块。块钱斤了不到。黄瓜1.5块，哦，那个2块，那个1.5块。来，刚好10斤，装7斤嘛。哦，2块，10斤才15，咋的5块？妹妹都给你算7斤。啊，你走，你走，不干了。好，慢着哈。那个2块，那种嫩的。这个3块差不多哈。
对，微波炉拿来烤也可以，然后蒸也很好吃。好，给你算两斤。也不花也不难嘛。好，谢谢师傅哈。那个南瓜切丝丝炒小吃哈。你那个南瓜好吃啊？看嘛，一块五，一块五。红小脸，红小脸，那个是沙爹红烧耶。对对，面粉面粉面的，甜度不是很高。小颗的拿来洗了之后烤起吃，还有就是蒸起吃，哎，蒸来吃也很好吃。黄瓜一块五，一块五。啊，一块五，好吃，八斤，多少钱呢？12块钱。现在也是。啊？块买不？啊，一块太便宜了，嗯，买不到。哎，好嘞，收到了。收到嘞，好，慢着哈，亮亮。哎，好。好，算你两斤。好，收到了，谢谢。3块啊？哎，3块。好，慢走，帅哥。红烧红烧啊，红烧黄瓜，1.5块，1.5块。那红烧黄瓜1.5块，1.5块。今儿的收入已经过百了，还是那点儿，加油加油。啷个呀，亮亮买点嘛？1块钱斤拿不到，太便宜了，亮亮哎。称一个嘛，亮亮。嗯，就是称那个。哦，称那个呀。好，好。那么亮亮，你把那个毛袋放到一起。嗯。嗯，好，慢走哈，亮亮。哎，捡到了。1.5块。对，1.5块，那个嫩南瓜嫩嘞，秋天的南瓜好吃。2斤8两，10块，1.5块，好，拿给你嘛，10块钱。红烧撑点不吧？1.5块，也是一样的，1.5块。红小的，红小的，看嘛，来来，我撇给你看嘛。对，好，那个口口裂开的，它也不得坏。看嘛，红小的，对，红小的。那个1.5块南瓜，1.5块。那个价钱1.5块，恁个便宜，2斤2两，2斤2两，就是3.3块。刚才少了你2角，那里又少3角，都少了5角了呀！哈哈哈哈。啊，10块。这儿都不收哦。那我给你称嘛。10斤。10斤，你称一个啊，师傅。3斤2两，算你3斤。来找你5块，6块。来，好，师傅。没少吃吗？来，好，慢着哈，师傅。哎，你的是好多斤嘛？9.18。哦，10斤，10块钱，10块钱。好了。好，慢着哈。南瓜来了1.5块。黄瓜呀，1.5块，黄瓜。就是。来哟来哟，黄瓜黄瓜，便宜1.5块啊。好，谢谢。亮亮，我没得纸笔了，找你。收起了哈。好。好，亮亮慢走。收了收了。谢谢。咦，还我在那边呢。走了，前面去。那边都打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当时我也放那边城管来了，走那边去卖一会儿。在这个地方摆一会儿。啊，谢谢你，亮亮。谢谢，谢谢大爷。那边城管啊，对，还有点点儿。来，红烧那点点儿买起走。来，南瓜，南瓜，南瓜买起走。还剩到4个南瓜，那么一点点红烧，应该没得问题吧？今没有大米啊，今天。今儿没拿来，没打大米。大米来了。
我不敢买多，买多的挨脏。好的，你的两块钱。满正哈，姐姐，满正。啊？收下了，收下了。好，好嘞。煮清水南瓜好吃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终于买到了，收摊儿，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。这里收入卖了有170多块钱，回家了。我两两两有恁个都没卖完。这个呀，哦，边做边买哈，哦，哎，来四个办法耶，啊，哦，好，啊，谢谢了哈，快使你买。只要你会爬树，那个季节村头的枇杷免费吃。各位看官些接招。那个上面的大爷，甜果子来了。哇，这一串好矮耶。来了来了。哦，嗨，来了，帅嘞！那些尖树尖尖上面都是鸟儿吃的，强一点点鸟儿吃了，吃两口鸟儿吃过的枇杷。各位看官些，一束100%的新鲜枇杷花束送给你们。那种老枇杷还是原来小时候的味道，但是它现在已经被市场淘汰了，没得资格进入市场了。上一次用100多斤枇杷做枇杷膏，做出来还非常的成功耶。那次也用100多斤枇杷做一个新的吃法。那棵树红彤彤的枇杷被我打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就留给鸟儿吃了。请君下面那棵。今年的枇杷结得特别特别的多，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呢，希望后面的李子、桃子、梨子都能够挂很多很多的果。哇！哇！你们猜一下，我那一大杯枇杷要拿来做什么好吃的东西？何亮亮，你们两个今儿也有闲时间来打枇杷了哈？哎。据我了解，枇杷干在市场上是卖50块钱斤。今天我们就来挑战用最新鲜的枇杷。用最省钱的方式做出枇杷根来，哇！走了，那两杯够了，何亮亮。看那三杯免费的枇杷，能够做得出好多枇杷根哈！剥皮，恭喜，开始。枇杷倒是好打，那个皮皮有点难剥了耶。我们来看哈，剥皮要好长时间了。走吧，叔叔做好了哈。走吧。明白，快来，好大一盆烟哦。好香啊，叔叔煮的。来，我帮你们敲。杨爷。
快下来吃面。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。四季的光影，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。我们剥了一个枇杷都剥了有两三个小时了，才剥了一半多。杨爷肚子都剥饿了，又开始吃脏饭了。吃饱了又剥哈。等海面轻轻瞬唤起涟漪。过啥子草嘛？等杨爷头的草。你看我的手指，大家都把手剥痛了，然后都开始想方法了。姐姐说拿刀好剥，开水一烫了过后，咦，硬是。哎，叔叔那个方法很好哎，你看，用开水一烫，都超级好剥。你看，硬是的。姐姐友情提供了三把小刀。嗯，耶，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耶。上个组。来了，这个好方法来了。哎呀，现在好多了，看嘛，人也多了，然后又找到了方法，又而且又有那种工具，效率提高了10倍。我们4个人，还加上杨姨5个人，剥了5个小时。接下来拿去清洗，咦，剥根磨烂了哟。接下来就是一层枇杷一层糖，接下来吃一颗冰糖，我吃脆边脆边的，好甜了。来杨颖，还不谢，小时候最喜欢吃冰糖了。哇，满满的一盆盆冰糖都用完了耶，只有用白糖了。现在改变思路，我真的是不适合晒东西，一晒东西都下雨，一晒东西都下雨，肯定是得罪了雨神。喊到何亮亮一路做枇杷干儿，结果何亮亮都找我带偏了。那就卖点儿。爷爷，我给你要块大的，尝一尝枇杷罐头。你要个样子叫我看，自己个样子叫我看。枇杷罐头你吃过没得嘛？我以前没有吃过枇杷罐头。这个枇杷罐头真的好吃，你们可以在家尝试做一下。哎，何亮亮，那个枇杷在村头不值钱，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能够一变，应该都值钱了哟哈。